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哈，已知呢一个抛物线，它的方程式是这个，然后它跟 x 轴的交点哈是那个负20啊跟20呢，这是 A 点，这是 B 点。现在有个梯形哈，以 AB 为下底，且其上底哈 CD 哦，这个我们叫 CD 好，上底 CD 哈。在 x 轴的上方，那 CD 两点哈，在这个抛物线上面。那他问说哈，这个梯形的最大面积多少？我们看呢，这个梯形的面积哈，等于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嘛。那上底多少呢？这个是 x 哦，假设这一点的坐标哈是 xy 嘛，那么这一段是 x 了，所以这长的话是 2x。这上底加上下底，下底是4啊，乘以高，高的话就是 y 啊。啊，当然我们是定了 x 哈是大于，x 大于，我就取它的绝对值。上底加下底乘以高啊除以2，啊这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 x 加2哈，我把它除以2嘛哈，啊乘以 y 是这个。4减 x 平方，然后把它展开了，展开以后的话，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，或者哈，这个可以写成这样子，啊，算了，把它展开，负 x 3次方哈，啊，减掉呢这个，2x 平方，好，2x 平方哈，再加4x，啊，加8。好啊，这个呢面积哈，是那个 x 的三次函数，那它有那个极大极小，哦，它这个的话哈，它把它画成呢这个函数图形的话，这假设是 a，a 随着呢那个 x 而改变，哦，它的形状的话呢是什么呢？是这种形状，哦，类似这种形状的，哦，啊，它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极大，一个是极小。好，那我就极大跟极小的话，把微分的话呢，这斜率都会等于。那这个我给它一个名字，叫做 x 好了，往习惯上。好，那我给它微分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这个负 3x 平方哈，减 4x，啊再加4。好，啊我现在令它等于零。啊，令它等于零的话，我给它叫它相乘，我就三负一好了。啊，现在的话是二哦，不过这个是负的，所以这里应该是在这里，负三 x 加二，啊乘以呢 x 加二 好，那所以哈，这个可以因式分解成多少呢？所以 x 有两个根啊，一个根是吧？一个根是三分之二。啊，或者呢，或者是负二了。啊，三分之二比较大，哦，就是这个了，所以这是极大，哦，啊，这极小我就不理它，而且我们是令 x 大一点的，哦，因为这 x 的话呢，它是大于，哦，这一段我们是绝对值，所以当 x 等于三分之二的话，它有极大值。好，那这极大值多少呢？我就把它带进去，好，哦，带进去的话，哦，这个 AM 哈，极大值哈。就等 m 哈，我 x 给它带多少呢？带三分之二。好，那给它带进去，就负一，用中偶除法减二，加四哈，加八，然后给它带三分之二，往三分之二哈，再负一，减掉三分之二，减多少？三分之八吧，往三分之八，三分之八。啊，再减掉多少呢？九分之多少？9分之16了。它再加多少呢？这是36减16，所以是20。这是9分之20，然后加多少？27分多少呢？40啊。啊，所以这样等多少呢？27分多少？通分，27乘以8。
七八五十六五嘛，十六十六二十一，二十一再加四十，所以是等于两百五十六了，所以二十七分之两百五十六，哦，那这个就答案了，二十七分之两百五十六，哦，这个就极大值。